Hello， 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白同学。白同学，今天怕啥怕偏怎样？相信看到这个嘉义酒厂，你就知道白同学要做什么啦。我唔对，白同学今天要来收我的包裹。我来刚刚今天一上起来，今天一上街边啊，上堆拢上无。我感觉应该够粉丝要寄物件我，我来顺一下餐具。啊，因白同学迄台传动座下个哦，送伊咧手里。啊，另外一台汽油泵不怕，所以我就先搞阮助理借车驶出来，真嗨诶！哦，所以讲咧拍咧底下咧肉片，拢拄着做侪怪招诶。然后大概今天拿的时候，也是会顺便的随性开箱分享同学。但是我今日有一种第六感，感觉今日夹物件非常之无同，嘿啊，是我咧想啊，助理点知啊？啊，等下我今日穿甲帅着无？搁换地米老鼠的迄个帽子哦，我都唔相信，搁去用抓出来，那搁去用粉丝活捉，我真正惊到啊！好啦，那个邮局到啦，我去停一下车子。哎呦，停对面多好呢，惊到。好，停好车子，回头看一下，没车子出来啦。哎，白同学，我有过两条力啊。靠腰，你是聊宝可梦咪？请爱你搁看有？米老鼠。对啊，迄粉丝搁送我个啊！啊，你先食饱用，待咧等鸟去就对啊。我规工拢伫遮等你。好笑，白龙学今仔日算粉丝客人，搁要寄物件，我拍包片啊，我要来收物件。啊，你专工只咧等我哦。嘿。今仔就好，等下做来食饭，我先来提物件。好，谢谢。哦，拿到啦。哎，白同学，你提包裹那大惊啊？真大惊嘞！哎呀，那秘书够可能寄一个冲浪板，没有白同学底下冲嘞，惊死！哎呀，你会去拍开箱来阮看嘞？哎呀，益民国际货，干嘞这不知寄啥物骚？好啦，白同学等下拍开箱，林刚出来食饭啦。林刚哦，你咪拄拢拄食啊？吃高面皮嘞，行行行，坐来吃，坐来吃，行。我要吃迄正土鸡啊鸡肉饭哦。是哟。哦，东西拿到了，我们赶快回去开箱吧。哦，昨日多了无看，迄多啊一个粉丝搁底下干咩火烧，你知影？我搁请来食饭呢，无你看恁多等，卖差，无你看恁多等足久的，你有惊到无？这个不知道拿寄什么烧货，看起来很长呢，好像那个电动滑板的感觉哦。你敢有感觉？你有看到无？有啊。好啦，白同学，赶快回去拍那个开箱吧，并且分享给同学，给啊。回来啦！哦，惊到真了够大个，白龙雪收过这支上长个啊！哎，白龙雪，你又搁换衫啊？哎呦，叫你发现啦！你那遐爱水哈？哈哈，一工一工换十几梳。阮这昨日出去个爱加五十块啊！无啦，白龙雪最近发散过头尾水衫，穿来垫一下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来开箱一下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，这是哪里寄来的？对，叫准者，有准哦。一瓶哦，这是什么？名义国际精品，嚯、哦，这唔知寄什么烧哦。然后迄个高雄市迄个新南区南麻坑遐，然后伊个名就惊到，嚯、哦，行哦。来，开始要来家开开，看内底到底是藏啥物肉片啊？吼，袂歹，阮助理今日讲话足活泼，甲加五十块。哎呦，第一次收到那么大的那个包裹嘞！啊，我拿一个刀片好了。因为这个要把它剖开，起不得我骨头搞落，骨头无你爱画者哦。从这边把它撩开，撩开的时候你会当翕特写，安尼同学较有迄条临场感。镜头较来，哎，对对。啊！靠边一挂好翘起安尼，撩开啦，安尼唔只有先迄个同学因收到这个肉片的包裹，好，来揪起来。讲一解呐，惊着来，要翕啊！我赶快五四三都安怎？讲落，进广告，哎呦，我才惊着，尚方宝剑呢？我要收这支无俗的哦。哎，我第一个收这种艺品呢。嗯。我觉得这个雕工非常细呢。然后写，那什么镇宅什么镇宅辟邪，我知影。这个、同学就是想讲白同学，绝对做一个酸同学来迄落，要来安怎？
斩妖除魔，来，白同学先来垫一下。人生一流倒一流，鬼倒流，噗噗。来啦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来拍一下那个特写，让大家看一下这个雕工。哎呀、啊，来，我来换一下姿势。同学，那白同学刚刚拍的那个特写，大家同学看了有爽无？我相信你听下音乐，大家拢爽起来。今物做来转一下，先讲的哦，白同学不是在帮伊行销嘛，在帮伊广告，因为就是基于那个粉丝包裹开箱，然后伊都多在看我的爸片啊，长期收看，然后这个阿兄有哦，因公司就寄一支这个尚方正财宝电来，甲白同学要有白同学拍摄，我是感谢他，然后我们大概就是跟粉丝互动。白龙雪，你有在看我的节目，你就知道白龙雪收到物件，粉丝包裹都是开箱吼，分享给同学，让人知影讲咱这粉丝的诚意伫底。当然啦，你若讲有的，你会讲讲，你拢共自助，你若食醋，你嘛当寄恁公司的产品来赞助，白龙雪嘛是讲拍一百片后恁。但是吼，我先讲好的啦，如果说来寄的东西白龙雪公司，我嘛是拢会先审核一些比较争议性的产品哦。你若讲有的同学赞助吼。我得评估啦，要不然有的时候像很多添加剂的厂商，我嘛只好心要啦，我赞助。但是因为很多东西我如果没有长期使用之后，有可能变讲会造成讲同学买的，比如说哦某某鸟经摆的那个什么油精啦、添加剂加落，会造成风险的东西，那个白龙血就尽量会避开。除非讲迄个厂商伊寄来物件，除非就是白龙血较早主校人用干扰，我真的用很多次，而且我的车也是当白老鼠下去实验的。我才会让它曝光，分享给同学。然后像这一种，一挂艺品啦、啊，啊一挂叫我迄个啥，甲小的那种玩具开箱啦、啊，一些包裹、一些纪念品那种东西吼、哦，比较没有争议性，不需要服务性的。哦啊，同学，都有时啊，你若讲介意去买回来讲，你嘛会感觉讲造成你有的物件够害损害性的那些东西，我才会选择把它拍摄那个肉片啊出来。哦，大概就这样子啦。啊，这个我大概他要。挂在什么地方来讲话？因为我头先伊讲要寄这個，我想奇怪，正宅因白龙雪厝后边这样乱挂这去，唔知道到底会不会搭？我是大概有跟他请教一下，啊，我讲嘛不一定对啦。啊，你有的同学吼，那知红水当来讲者，他是说吼，这个可以那个好像昨日是讲斜吊了，出出嘛，啊讲吊了嘛，挂较水。啊，佮另外一种是讲什么？有一种那什么大笔生意哦，能伫咧赌的比价啦，伊讲让赌黑阿肯的啦，啊，他是很有诚意说，搁要寄比价，我要肯我买啦，妈你破坏遐久，就是不要让你破坏那么久，你就是有寄个东西过，我就觉得说，欸，心意上你给他赞助，我咪讲，欸，拍一支肉片分享給同学，嘿，啊，然后因为如果说一般有公司号赞助的话，我就是会把他的电号分享给同学啊。这种物件就是咱讲的，有的同学刚刚讲，吼，你自助性行销啥？这种物件是大家需要。以白龙雪咧拍来讲，吼，你若讲私人的，你如果要秀你的名字，我也是会拍出来，因为我刚刚是用礼貌。然后当然公司还有人赞助花裙，大家鱼帮水，水帮鱼。反正有的同学都想要买一支尚方正财宝剑，哎呀、啊，就刚好开到白龙雪这支肉片啊，你也当做个参考。
哎呀，啊，你就啦，重点啦，要赞助白龙雪什么物件，我拢欢迎。然后记得到我的那个 FB 先跟我私讯一下，无你啊，向红行来一挂开会伤怪个事，开发一脸尴尬，向红赖啥跳蛋，吼、哦，白龙雪就不知道怎么嘴啦。好，节目最后记得安怎讲落去。你的白龙雪底下叫什么？无人无人去教我唱。你昨暝讲叫白龙雪去要飙迄个啥，迄什么索隆的三刀流啊，飙。鬼刀流。鬼刀流啊！我最爱看《航海王》。迄、那个索隆，我咧讲，我讲伊咧，为虾米伊咧扳刀是安尼扳就是安尼？我看迄人武术是安那？伊第三支啊，一支加的、啊。索隆是一支加的嘛？系啊。啊，那一支挂在改变者嘛？应该是。系啊，挂咧安尼。伊这个阮倒只，有啦，龙头，龙头它是朝外面的啦。我这之前较早古早迄种迄个啥战士咧骑迄种的，后来我要开始，迄叫啥物？我足久无看迄霸气，来啥物几刀流啊？人生一流都一流，好啦，废话不多说，不是一起上过去啦。感谢同学收看，阿姨白同学第一届拍这种艺品的开箱哦，分享同学哦，希望对同学会有帮助。好，拜拜。